我叫 Kenneth Chan， 陳志堅，是新興控股有限公司的CEO 兼執行董事。今天的 presentation 呢，主要是想告訴大家聽呢，有很多人對於印刷來講呢，覺得是一個夕陽行業，但是對於新興來講呢，我們覺得印刷是剛剛才開始的。原因在哪裡呢？因為我們看到IoT 或者 sensors， 我們認為 sensors 可以對印刷這個行業呢是有大大的提升，不論是在生產過程，甚至乎去對品牌，我們都可以協助到他們更了解這個客戶群。最重要的即當然是 top bottom down 啦，即第一個就是個話事人啦，有沒有這個 vision 去是很想去做這個改變，亦都要需要一班團隊啦，咁佢哋能唔能夠接受到呢一嘅改變？咁其實最終都係顧客嘅，顧客係佢哋係好推動我哋行業去做到呢一個嘅轉型。咁我打個比喻啦，有近呢幾年咧，我哋係了解到睇到呢一個行業咧，就有兩個發展嘅，有一個就係網購啦，另外一個就係講真貨假貨。咁我哋就喺呢一方面咧，我哋着重於我哋嘅改變同埋點樣去支持我哋嘅客户。今日嗰個summit， 我覺得係好成功嘅，因為係幫助到好多業界對於 IoT 嘅睇法啦。其實係講分享嘅，咁我覺得都好到地啦，所有嘢都好到話題啦。咁再者就係我覺得有通過呢個咁嘅平台咧。大家會更了解係點樣去轉型。最重要就是有一些即係實際的案例，大家亦都看到，我好相信係會幫到大家啦，同埋好開心，我見到大家都即係獲益良多嘅咁樣。